他的未来没有你，你愿意吗？你有多傻，别再执着好吗？不是啊，我是来跟你喝酒的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很久没有好好喝一杯，来，你先喝一下。你看我买了什么？你最爱的油饭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爆炒卤鸡胗。哇塞，这是鸡丁哦。对。啊，这是我的。啊，这。我哥不能喝啤酒，不能吃太油的食物。我是可以吃。吃啥了？你买这些东西是要给我吃的，还是要给他丢的？如果他不在乎你，他也懒得管你，好不好？小远啊，根本不忍心不理你。我让小远出国之前啊，我一直觉得我这样做是对你们好的。但说真的，你老实说，小远不在的那一段时间，你的心里是不是空空的？没有啊。我跟你说，当初我跟小宝在一起的时候，我……你先听我讲嘛。我也是曾经很挣扎啊，我一直觉得我能给他什么幸福啊？我这样做是对的吗？我要怎么面对你？后来我就觉得不行，这辈子太短了，这样想着想着，过个几年，这样浪费时间是值得吗？谁真心对我好，谁把我看得比自己还要重要。很多事只存在你跟小远之间，除非你真的抵触跟男生在一起，要不然全世界只有小远对你这么不离不弃的。哎，你真的不想要去正视这个问题吗？三宝，妈，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？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们幸福。这个我也是一样啊，我只希望他们开心、快乐、健康的长大，因为我是他们的哥哥。哎，我是跟你从小就一起长大的，你多辛苦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可是你明明知道小远对你的那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其他方法没有试过吗？哎，我们还让他出国那么多年，你每天都死样子，你爱他，他也爱你。就算你们没有在一起，你现在这样子难过，他也难过。我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你都没有试过，你到底怕什么？你知道他那天自己去找乐哥吗？知道，他被留给了围殴，然后最后他没拿枪这样指着。看，你现在才说，那你现在是，所以你现在是失去你，所以这个决定可以这么轻率吗？
我必须要想到未来吧。他的未来没有你，你愿意吗？你有多少